非常感谢大家能够一直支持我们，然后我们我和欧先生是新的组合嘛，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在场上努力的奋斗，然后争取给大家呈现精彩的比赛。 我觉得这边印尼观众就是很热情吧，就是而且气氛也很好，就是能让我在场上就是更兴奋了。